医疗服务爱心最重要，因为我们就是要给病人一个肯定，病人才会觉得来医院不是一个负担。我是四壁华 Felin， 我现在在 KK Breast Center as a specialist clinic assistant。 有时候会有压力啊，不是说没有的，病人都会 complain 我们的，但是我们从那边重新学习，我们会做得更好。他们有 feedback 过，来这边会觉得不用这样紧张，比较 like family， 有什么事情他们会问我们，叫我们帮他们。有时候你不可以 solve 那个 problem， 我会向我的 nurse manager 谈，他会教我们怎么做。我们是来一个家庭，这样有什么事情我们会讲出来，好像有时候不开心，他们会 encourage 我们，听我们讲。我帮助人，我会觉得我应该做的，自己开心，then 我也觉得是一个肯定哦。